留一片净土给后代子孙，波特兰慈济人文学校设置回收处，也把握开学日向家长们宣导。希望大家把家里坏掉的灯泡、灯管，还有电池带来这里，那个 Tina 师姐会送到专门的回收处。 孩子的成长之路，家庭、学校、社会都有责任引导陪伴。校长也鼓励家长们多参与人文活动，和孩子共同谱写回忆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孙慈选、杨传元，美国报道。